健身房乱。肌肉男他们20公斤哑铃不拿，边边都是想肌肉练起来哦。可以把15公斤让给我吗？当然不行哦。Human OK。这死屁孩，看我使出替身教训你。就算我自然也不用只盯着我看吧。他做了？难道说这家伙？哼，你以为这种是替身使者吗 ？Hacket 嘛 ！Hacket！ 哇！等一下，你是替身对吧？你是替身使者对吧？死者怎么好像比替身强啊？喜欢的话，帮我按个赞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观赏更多精彩内容哦！如果有任何想看的内容，